我操，怎么浓烟滚滚？哦吼，在哦，这是在造氢弹啊，是吧？哦，兄弟，我操，这是在搞什么飞机？我操，这个烟好啊，这个烟。做一个名菜哈，这一道菜我操正宗啊，写用的都是这种正宗的这种松柏的这个叶子。现在是在这里腌制这个熏烟东西。戴上手套，准备接锅，你们看一下。我操！哦，隐隐约约的看到里面有东西了，我操！我在熏腊肉啊，熏腊肉，压抑的很。我操！开始燃起来了，我操，牛逼啊！哎，这一道美食做出来，我操，绝对他妈的天下最好吃的腊肉，血肉都是上等材料，五花肉。材料是五花肉，然后再加烫大肉的最佳材料松柏汁，这炕出的腊肉直接是香啊。长相是差点承认，但是从气质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么多年就在我手里拿捏的。这就是我今天找的松柏汁。准备看你吗？